们现在就给你周杰伦。你们现在有着自己的亲人朋友，那大家都对你们都很好，那当然是希望忘掉今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希望呢明年我们继续努力，然后每个人都身体健康，然后快乐最重要。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带来下一首歌曲，听一下会唱的一起唱。好，